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起手牌看看能不能做一把混一色，来七筒，接着打腕子。先断一门再说。上家打四筒，一个花动也没意思，直接让过。下家的蓝风肯定是要碰的，碰完蓝风，我手里的牌颜色就统一了。来六筒，现在就是两筒七筒找朋友。抓一筒能听牌了，四七筒二三筒随便选一下，这个牌我选择听二三筒。当然这个牌如果有更高追求的话，倒是可以选择修一修，可以做混碰，但是这个牌对我来说听个两叫也算是相当不错，要是不敲修一圈，混碰倒是也能够听牌。现在也不错，三筒自摸混一色胡牌，就是花有点少，两个花十二分，加个苍蝇十七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第二副牌倒是挺整齐的，一上张的牌型，两个卡张，来六筒，这个牌我选择开掉卡五万的搭子。因为感觉自己手里的万子比较少，有点害怕下家或者说对家在做万子。抓花刚二筒能听牌了，破天荒的没有去听，而是想着修一修。上家把八筒给碰了，八筒没了，那这个九筒算是好牌啊。那这个牌肯定是不修了。等一下牌转到我抓就直接上听了，先听再说，打掉五万。上家打六条电炮，想呼九筒的，没想到六条先来，六个花十四分，加个苍蝇十九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最后一副跟上一副是差不多的造型，都是一上张。来八万打八万吧，大致留原配的。又抓八万，看来我这个对子是开错了。觉得自己开的没毛病，但是牌来的太怪了，抓花杠四筒。本来要开心快乐的，被我给打没了。这个牌不死心，还是选择听对的，再打八万。第二次选错牌了，
7万倒是先来啊。上家也停牌了，现在是三家停。三家停牌，下家摊打，下家手里有一对九万，那我这个牌基本上是没有了。给我两次机会都没有选对，这个八筒应该是没有了。下家没牌打，他会不会打九万啊？果然，打九万出来点炮。两个花六分，加个苍蝇十分。